每天熬夜可能会伤肝，每天熬夜又吃不健康食物可能会伤肝。哎 ，OK， 出来。每天熬夜吃不健康食物又多多应酬，小心你的肝脏亮红灯。所以马上服用 Thompson Lirin， 它以欧洲护肝奶剂研制而成，给您的肝脏更深层的保护。Thompson Lirin， 保肝它最行。